不变的是什么？周围好难洗的，还是一样周围好难洗，好难找。我找了差不多30分钟，才就是在一个红线上，还是找到一个红线上洗的。我的学生呢，因为呢是一个历史的学姐，所以呢占了大家一些便宜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叫我学姐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我的讲话的口才、表达能力都没有大家优秀。所以呢，这一点呢，我是占了一些小便宜，也很谢谢大家。那我们让我来这里呢，就是要讲我的男性知识社。但是呢，依你呢，在前几期呢，其实来这里的时候已经介绍的蛮详细的，所以呢。我就不介绍男性宿舍，我反而觉得我想要讲是说，我将男性宿舍对我而言呢的进步还有收获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我想问一下，那觉得呢自己会成功的举手？哎呦，赵美，今天都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。